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寄生满堂的杜眼龙兽，我是你们百慕斯 Ezentra， 我是你们的师傅 Simon。那今天呢，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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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期待，因为呢，就是我百慕斯 Ezentra 的内容，就是关系到我们的大天使系列。那我们大天使系列的话，大家如果你们不知道的话呢，这一个系列呢，我在 IG 上几个月前 OK， 我们先讲我们这个影片会大概讲什么，就是会大概讲灵感从哪里来，是谁哪一个灵教我的要做这个东西，跟做了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东西，就帮助到大家的。所以呢，这个灵感就是非常的 random， 突然间他给我一个灵感，然后我就做了创作了，这个是我把我自己独创的一个系列，叫大天使系列。然后呢，我就拉回几个月前，如果你们有在我 IG 看到的话呢，你们应该就不陌生，因为呢这一个，因为这个是大屏的，然后还有小屏，下面师傅小屏的拿来给我看一下。 OK， 这个是小屏的，所以我们大屏跟小屏啊，那时候我就有在 IG 就公布了一下下，小小的公布一下下，跟大家讲了，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 pre-launching， 就是小小的软的发布会，这样子软的发布会，就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发布的，这个还没有正式上线的，这个讲真。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大屏的只有几屏罢了，然后小屏的有几十屏啊，差不多三四十屏还是五十屏，不知道，反正一抢而空，大家一抢而空。然后我真是整个傻眼，这么这样快的，是不是这个天使的能量哦？是不是这个天使跟我讲的能量，然后去让大家都一起，就是那么的支持我。所以呢，我今天就要来真正的给这个系列上线。 OK， 那这个系列呢，我们这里包括是 Zendra 这里的产品呢，都是以系列为主。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新系列，叫做大天使系列。 那你们看到它的这个包装上面呢，它就是有一个天使在那边，好像打仗这样子啊，对不对？那我们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是谁， OK， 然后跟为什么会有这个灵感。首先呢，这个贴纸这个整个包装上面的人呢叫做 Michael， 这个天使呢叫做 Angel Michael， 你可以叫 Archangel Michael 或者是叫他 Saint Michael。 然后呢，他是在整个的 Bible， 就是 Bible 叫什么，圣经里面是有记载到的，他是一个很有名很有名的一个天使。然后呢，这个天使呢，因为为什么我会创作，如果大家知道然后认识我久了的一些观众们朋友们，甚至是说我们的这些大家庭们，大家应该都知道白巫师 Ezentra 的白魔法是专门要去拿这个公证的，对不对？所以所有不公平在我这里不存在，我就是会帮你们拿到你们的公证就对了。那这个是我的整个 path， 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路线嘛，对不对？就是我本身一直在做的我的一个 calling。 那这个 calling 的话呢，我就那天突然间啊，因为我有跟这个可能天使啊之类去聊聊天啊之类，然后有时候有可能生活上有一些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就会讲怎么这样子怎么这样子，然后呢我就跟这个天使讲，然后我就突然间灵光一现，突然间宇宙给我一个能量暗示，然后就跟我讲不然我们做一个关于到有水的，因为之前我们有做过能量水，但是是叫精彩水，然后那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了的。那个精彩水大家应该有买过的，应该很久了。然后因为那个精彩水的话，它不能够放久，它要一下子然后弄到太阳都不能够，所以我们就没有再继续。然后这一次我们好不容易很久过后，很多年吧，两三年过后才有一个新的能量水是大天使。然后呢，这个大天使呢，它的能量就是跟着这一个天使有关系。这个大天使叫做 Michael， OK， 他叫 Michael， 你可以叫他 Archangel Michael， 或者是叫他 Saint Michael。 刚才我前面已经讲了，然后他是在圣经里面有记载，而且他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嘛，关系到白巫师 Ezentra 这个公正的东西。那其实呢，天使大天使我们有非常非常非常的多不同各式各样的大天使，那 Michael 呢就是跟我们最亲近的一个天使。那这个天使呢，他就是会在整个打仗的时候，什么讲打仗呢，就是好跟不好， good and evil， 天使与恶魔，就是有这个因果跟福报，在打架的时候呢，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他就是帮你去拿到你的公正的一个天使 ，Hello， 一个天使。所以呢 ，Angel Michael 的话呢，已经跟我们一起，已经很多时候一直合作了，但是我们就没有什么去跟大家去公开。然后的话呢，我们现在因为已经跟他很熟悉嘛，所以的话，我们就在想，不然我们就做一个
他的一个系列咯，叫大天使系列。那大天使系列叫 Archangel， 然后 Archangel 的话呢，他们就是有翅膀啊，然后很帅的那种。然后我的灵感就来了咯，对，他很帅，对不对？然后你们看这个是能量卡，这个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系列啊，有三个产品，哎，两个产品，一个产品就是这个能量喷雾，然后有小只的，我们有大只跟小只的，然后还有这一个很漂亮的这个天使卡，这个叫能量卡，然后呢，它的后面有写 I am protected。然后两边都有的，然后这个呢是我特地去打印给大家，然后它的这个卡纸像那个信用卡这样子，然后是我特地去印的，然后我们来下法加持，然后让大家可以请回去这个 Angel Maker 的能量，然后大家可以放在包包啊，放在钱包，然后它就一直保佑着你，然后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天使数字啊之类的。 OK， 这个大天使呢 Michael 呢是真的是一个正义的化身，而且他是一个很正能量啊，所以只要啊，如果啊，今天你遇到什么不公平的事情，你被人家欺负了，或者是说你的人是很坏的，你遇到 Michael 啊，你是很怕的，你知道吗？如果你的心有不纯，如果你的心不慈悲、不善良的话，你是很怕他的，因为恶魔心魔最怕 Michael， 对不对，小猫师傅？啊，所以的话呢，这个 Michael 小猫师傅，你给我试一下好不好？你给我试一下这个味道，嗯，什么味道？什么感觉？这个消完法了的，就是哇哦哇，这个能量呜呼。其实啦，很多人呢，其实之前已经我期待已经卖光了哦。对，已经卖光了。然后很多人呢回复呢，就是说这个味道很香。对，因为呢这个味道的灵感啊，大家我们来讲灵感，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之前我们就一直有跟麦哥，然后又刚好就是因为很多人跟我说。Paul Season 就好，遇到很多不公平的生活，在生活上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可以帮我，有没有一个产品可以帮我？然后太多人跟我这样的反馈了，因为我就是帮他们去争取这个公正的嘛，所以他们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讲 OK 好，我就去安排一个产品，刚好我跟 Michael 在合作这东西这样子，然后刚好那天又讲到东西，然后刚好又有人做这个天使疗愈的东西，所以我就哦 OK 好吧，那我就安排，然后哪知道就这么快就有一个产品出来，当然这个产品也是做了很久的研发，然后呢，这个味道，它 ，OK， 它首先它不是香水，但是它像香水的味道，它整个味道啊，我调那个味道，我调那个香水的时候，我就特地调到像它的能量味道。这个味道呢，你再喷一下，嗯，喷的时候呢，嗯，让你感觉到很舒服，让你感觉到好像有人会保护你，对，包容你，对，然后会感觉到这个。人或者这个天使呢，对，在你身边呢，对，是很强大很有威的，很大只这样子的感觉，然后就是那种很像被佛光包围的那种天使的那种宇宙光包围这样，然后有威呢，它又有一种让你很有信心，对，很有安全感，对，是不是？所以这个哦，对你刚才讲有星星，对不对 ？Angel Michael 呢，他也是有关系到星星的，他会帮你。如果啊，你是一个很常被人家欺负，或者是你缺乏勇气，或者是你没有信心，你一直觉得自己不好，对，他会帮你。啊，就像比如啦，有些人可能他要去面试新的工作，他没有那个勇气，对，喷一下他有这个勇气，对。或者可能你要上台表演唱歌，对，但是你怕没有这个勇气，你喷你就有这个勇气上。或者可能你要去见顾客，你没有这个勇气，你喷，哇，你嗅了这个味道，你感觉有这个安全感，有这个勇气，你就会去做，然后知道这个百无是这个天使，这个麦克天使在你的身边保护。对。对，他就是一直在你身边保护你的，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很亲民很亲近的一个天使，然后呢他是一个很威的一个天使来的，所以他的这个味道啊，那时候我调，因为很多人就讲哎，能量的这个产品应该要跟着这个市场味道， sorry 我没有跟着市场味道，我跟着灵的感觉的味道，就是这个能量啊，你喷下去你就感觉是它这样子，所以你一喷下来，你第一个反应你一定这个味道你一嗅到就是 Michael 的味道这样子，它的这个威的味道啊，所以因为味道也是有能量的，知道吗？所以的话，我们在调啊，我把我自己在调的时候，我就讲啊，这个味道啊，应该是大家
可能会比较没有接受，因为它像香水的味道，然后比较阳刚之气的味道。但是呢，结果啊，因为它是能量水，它不是香水，但是呢，它是那种很像香水的味道，我们调的，然后没有到香水这样会残留到很久的。所以的话呢，大家都可以接受。然后我没有想到啊，大家你们有点夸张，你们直接清空我的整个大天使的系列。然后我现在launching 啊，我还要重新做过一批。其实呢，这个呢，就算你喷了啦，对，它的味道如果没有了，不代表能量没有，就能量有在，对，能量还是有在的，对，只是它的味道没有可能18个周、20周，对，那没有啦，没有。重点是奇怪哦，很多女生啊买回去啊，她们有感受到这个天使的感觉，跟那个能量很清新啊之类，但是哦，她们喷了啊，我会觉得哎。我问他哎，味道怎么样啊之类反馈给我嘛，对不对？有些人晚上、啊、他们讲很香哦。对，很多人讲很香，他们很喜欢这个味道、嗯、因为我是觉得因为这个味道的话跟普通的香水味道不一样，它比较阳刚气一点、啊、就是我还觉得哎，可能你们没有办法接受亚洲国家这样子，但是他们好爱哦，他们超爱，我讲哇，你的香水味道调得超好，然后这个味道他们很喜欢，我也是吓到一下哦。他们很多人啊、也是 message 我跟我说，哎，什么师傅，包括是你 Zandra 调的这个味道真的太香。对，而且这是我自己调的味道来的，嗯。然后呢，有些人可能晚上啦，嗯，睡觉啊被鬼压床了，或者晚上怕暗啊睡觉的时候，或者小孩子晚上睡觉烦心，阴，这个你其实喷都可以。对，你可以直接喷了，没有问题的，所以。我有点吓到，因为这个味道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个人觉得亚洲的味道可能他们没有这么会喜欢这个味道，但是啊结果啊全部跟我反馈，哇，这个天使的能量什么什么什么，然后除了能量以外，他们居然跟我讲的味道很香，然后我也是傻眼， OK， 所以的话我觉得 Oh my god， OK， 这个灵感一定是麦哥给我的，因为这个是我自己调，然后他有在身边这样子就教导我，这样子就是教导我要去做这个东西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就去 launching， 我们想要这样快抢空，所以 Oh my god， 拍手一下，大家拍手一下好吗，拍手一下，拍手一下给麦哥，不是给我， OK， 这是麦哥的功劳，然后呢真的他的能量就是这么强，然后而且因为他是天使，他的正能量，他的正能量会让你引更加多的正能量，然后帮助到你，如果你是生病的人他可以帮助到你，然后如果你是那种比较低层能量的人，或者每天会想到不好的想法，他可以帮助你。而且呢，如果是今天你是那种缺乏自信，像 Simon 刚刚说有那种缺乏自信啊，或者是有那种很像怕怕的感觉啊，你都可以用它。而且呢，这一个呢，就是麦哥会给你一些暗示，所以如果有时候可能你在生活上遇到什么东西，他会暗示给你看，哎，有一个直觉给你看，哎，这个人会背叛你还是什么？还有，他会给你知道。还有这个能量水的、嗯、这个麦哥的能量啊，对，他会帮你身边呐、啊，四周围那些小人啊，嗯、或者说你 gossip 的人啊，或者要欺负你的人。还有灵、嗯、不只是人，而且还有要做要对你不好的灵体或者人，只要是有这个心魔在的，你喷他，麦哥会跟你解决所有东西，他会跟你真的扔掉，对， OK， 直接安静。本来你有十个人讲你坏话，对， gossip 你在公司，你喷了可能只变成两三个，对，不是讲完全灭掉完啦、啊、对， OK， at least 他会减少，对，而且呢，这个的话是我们自己用的 ，OK， 这是我们自己做到自己用，因为巫师有时候我们需要做这种东西，自己用的东西，然后每天就是你们知道的，所以的话呢，就是我们今天做这个大天使系列，所以的话，我们终于可以正式的公布上线了，正式给大家看，然后呢，就有这两个东西，就是有喷雾水跟这个能量卡，所以大家都可以去请了。其实呢，我建议了，啊因为有大瓶跟小瓶，大瓶很快完了，小瓶的，你们每天如果要的话 ，before 你出你家里的门去上班、去学校去，对，喷一下，对，就是保护你整天。对，正能量。每一天不用喷多一两下，一两泵就好了，两泵一泵都 OK 哦，就是能量很强。我跟你们讲，不要喷多啊，会晕啊。那你教大家怎么喷？正能量，正能量啊，很夸张。OK， 如果你要喷的话呢，你可以直接这样子喷，就是倒一个就好了。但是我不一样，我是巫师，我是。这样子，我是喷三下了，或者一二三这样子，然后啊，对，或者喷你的颈啊之类的。但是如果你没有留下，你就这样喷，因为我喜欢那个能量场在那边，这样子。
对不对？或者是说呢，你这个一定要放在你的身边啊，一定要带出去啊，这个是跟在你身边的，然后这个你就喷就好了，然后你就回家，然后你可以跟他许愿哦，你看，哎 ，Angel my girl 啊，我跟你讲啊，今天我要去做什么做什么，你要帮助我什么什么什么这样子，他会听见的，然后你就喷，然后他就是做你的守护天使，就是这个 my girl， 然后这个 my girl 呢，就是你们也知道他是谁，就是你们记得那个圣经里面有记载过。有一个天使可以打败撒旦的，就是他，就是他。所以呢，他是帮你拿公正的。所以只要有那些恶魔啊之类啊，就是麦哥一定会帮你拿回公正的。所以你们要对他有信任，也对自己有信任。然后呢，我们很开心有做了这个大天使。哎，我很激动，今天讲话我真的很激动，真的，因为啊，这个啊真的筹备了很久了的。这个系列，然后一抢而空，然后我终于可以上线了，然后拖这么久，哎，没有，因为那天我本来啊，我跟你们讲，本来啊，我们是想要就是一个小小的，就是公布小小的一下，给大家知道一下，然后过后还没有正式上线，但是呢，因为大家全部抢完那个货，然后变成我们没有货卖了，所以变成我们拖到今天才跟大家上线。所以如果你要。可以不用的，对，没有，现在有货了，现在有货了，当然，因为之前就是因为被抢完，所以我们才这样按上线，但是呢，现在那有货，哎，你放上去，你怎样没有货给人家嘞？对不对？因为啊，这个是这样，人家心痒痒，他买不到这样。这个是百欧斯与 Zandra 亲手做的，对，所以他不是从 factory 来有整百个，对，他的限量哎。对，真的限量，真的是不能多，因为从这个整个的能量水啊，都是我在调那个味道啊，所有的东西啊，所有的能量水草药调，才有今天这一瓶的水，然后还有包括包装啊，这个啊，全部我是去特地的去印的，这个百欧斯与 Zandra 在他的这个巫师房调香水啊。我进去整百个味道，但是他还是可以调出一个很好的味道。所以你们不请回家，真的？你们一定要修那个味道，因为我真的花了很多时间去调的 ，OK， 然后才调出去这样的味道，然后真的天使哎，全部人啊修到他们就讲哦，这个是天使的味道哦，这个是麦哥的味道哎，这样子哎，我觉得很成功咯，这样应该是麦哥给我暗示哦，他给我那个味道的感觉嘛，对不对？所以的话 ，OK， 话不多说，直接马上请回家 ，OK， 不要再讲了好吗？我真的太期待再讲下去啊，讲三天三夜讲不完，对不对？真的是太美了。对，所以的话呢，如果你们喜欢我们影片跟大天使系列，记得要把我们订阅、按赞、分享，要在下面留言你对这支影片还有大天使的看法，还有你还有什么东西想要的吗？或者是想要看到什么内容吗？可以在下面留言哦。还有，不要忘记我们的 IG、Facebook、IG、Facebook、YouTube， 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平台要去关注哦，不然你会错过很多精彩的玄学内容。然后呢，不要忘记我们鸡翅满堂对眼龙说，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哦，每天晚上7点准时发布影片，拜拜。